等着迷雾散去，将繁星装进眼睛，昼与夜疲惫的心等你回应。林一样自由的风凝望你，抱着我往前闯，海平线铺是终点，浪潮中你我相拥。贾默，我知道，夏沫，你是奥利的掌门人，是不是应该理智一点？是不是不应该那么简单粗暴的解决问题呢？他们这一代人是被惯养长大的，有时候他们说话根本就不经过大脑，你为什么跟他们计较呢？我看他们本质根本不是这样的，况且现在公司真的非常需要他们帮我们创造利润，创造成绩。但是他们不能否定老员工的价值，把他们变成了没有用的人。你错了，是那些机器取代了老员工，不是他们。我明白，你跟老员工还有公司经历过20年的风风雨雨，在情感上面你肯定会偏袒他们，这个我理解的。可是偏袒是不能太过分的，不然结果就是他们的矛盾越来越深，越来越难解决，到最后不可收拾。这些年轻人加入我们的奥利都是奥利的人，所以你对他们还有老员工应该要一视同仁，应该要平等去看待。对不起，我是来给你们道歉的，刚才确实我冲动了，我为我的过激言论向你们道歉。夏总，您不用道歉。从技术层面，我觉得我们没有问题。但是您交给我们培训老员工的任务，我们确实胜任不了。我们也不会马上离开，我们给厂里一周的时间，你们尽快找人来接替我们工作吧。我的道歉是真诚的。夏总，您不用再说了，我们这都商量好了。哎，其实没有事情是不能商量的，也没有事情是不能解决的，是吗？我们好好聊嘛。就算你们走了，新老员工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或许你们到了新的地方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觉得要不我们今天讨论一下，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好吗？夏总，其实问题一直很好解决啊，优胜劣汰嘛。我知道这个办法也很简单，但是我做不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在西藏住过一个暑假，牧民们总是把他们养的牛群羊群赶到很远的地方去吃草。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明白，后来他们告诉我，家门口的那些牧场要留到冬天给那些老弱病残不能迁徙的牛和羊，因为他们为牛群和羊群的壮大做出过巨大贡献，他不能不管他们，不能让他们饿死在冬天。牧民对牛羊尚且如此，那我们呢？
我知道你们之间是有代沟的，技术上的，年龄上的，这确实是个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我们跟自己的父母有时候都没有办法沟通，何况是萍水相逢的同事呢？但我也只是希望你们能够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包容，就算是给彼此起码的尊重吧。年纪大了，发点牢骚，你别介意。先解决问题吧，把生产线开了，可以吗？只要没有人为干扰，产品什么问题都没有。只要参数不变，多少个都一样。等一下，这不应该呀、啊。算是解决了。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这个机器的交道角度有问题，脱模次数多了，这模具内部就会产生堵塞。伙食怎么样？夏总，您慢慢吃，我们到旁边吃。哎，一起吃呗。你真要走，我也不想干了，干着没劲。他们一直都这样吗？最近才这样。大家吃着，我随便聊几句啊。奥利还是个小作坊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才十几个人吧。现在还在的举个手吧。大刘、老王还有赵，真好。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食堂，大家除了一块干活还得一块做饭。后来厂子做大了，就有了食堂，几百人在一块吃饭，闹闹哄哄的，有说有笑。你要说话不大点声，对面人都听不清你说什么。但是今天在奥利的食堂里面还是有很多人吃饭，可我却觉得很冷清，甚至大家之间都很陌生。我知道老员工和新员工之间隔了一套智能化机器，工业机器人大势所趋，谁也阻止不了。我开始的时候也很抵触，但是我没办法，如果奥利不用就会被淘汰。后来我也想开了，既然时代来了，咱们就迎它而上呗，就跟咱们学开车、学用智能手机一样啊。我知道老员工心里都不舒服，觉得机器人取代了你们，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机器人也是我们人类制造的，无论它发展到什么程度，都将为我们所用。奥利年轻的朋友们，时代给了你们很高的起点，甚至让你们一进入奥利，就让这些老员工成为了你们的新徒弟。但是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不是偏袒老员工，是因为奥利今天智能化生产线下面埋葬的是无数老员工的青春岁月呀。它不应该成为你们挡住上一代人的壁垒，而是成就你们的基石。
奥利曾经凭一腔热情走到今天，但是奥利的未来不仅要靠热情，还要靠我们大家团结。真是，哎，他们怎么可以那样子看待女性啊？谁敢嫁你家啊？对对，哎，那个头发，我的头发，哎，这是谁？哎，我跟你爸吵架，你偷偷跑到旁边去拍视频，你是人吗你？是不是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播放量。这么多，是不是很厉害？我问你，未来是什么？短视频就是未来。现在是 4G 时代，短视频呢，它的传播快，反馈快，跟传统视频他们的玩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我一直想了很久，就是想要做这个。你看，这一次这个视频，就是一个实验，证明了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所以我决定，我公司未来的方向就是要做短视频。单干快大半年了，感觉快干不下去了。还好啊，最近朋友给介绍了红杉银行这个大客户，他们百年庆典。对了对了，我有个方案，你给我们看看啊。我哪有什么？来，萌萌，我冒昧的问你一句，你有没有可能加入我们？咱们一起干。杨姐，怎么回事？三福也参加了竞标？好吧。总监，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们也是来参加竞标的。旁边的是 Christina， 最近正火的那个独立设计师，好像就是她。哎，哼 ，Excellent work， 哼 ，Not bad， but just now Christina。Convinced me that the customer's gen have been replaced by the sapphire. 您确定吗？蓝宝石贵了比海蓝宝石不止十倍，之前您给的竞标预算内，这个是不可能完成的。For Christina and some, we can add some extra budget. These brooches are the centennial souvenir for the Asia Pacific District of the Red Trio Bank. We want our gift look very valuable for our golden customer and supporters.那您知道为什么欧洲王室用的都是海蓝宝石而不是蓝宝石吗？是因为海蓝宝石它是海水的精华，它象征着纯浊、勇敢、智慧，佩戴它可以让人更加有眼界。Excuse me, what Miss Man have to do with Bawan Golden Store in Macau? I don't believe in my eyes.I saw this necklace 20 years ago at the family dinner for the governor of Macau. This is the work of God. I don't expect to see again. 是吧？就是因为这一条项链，您才会记到现在。如果仅仅是一块宝石，您很可能不会记到现在。所以这更加证明了宝石有价，您根本不会 care 的。但是设计跟手工是无价的，是您念念不忘的根源啊！年轻人，你太过分了。
我不是不懂韩的人。对不起，汉斯先生，我们没有想要冒犯，因为我们真的拥有最好的设计跟匠人，我们真的只是需要一次机会 ，please。主石切割和花托雕刻的部分我都可以自己来，但是羽毛的部分，那个无边碎钻的镶嵌，我们真的需要找更有经验的师傅做。无边镶嵌，欧洲人的绝技，咱们很多师傅都能做，手工少毫厘之差。那不行那不行，因为汉斯很懂行的，我们必须做的比欧洲人还要好。番禺那边很多香港人的厂子，很多厉害的老师傅在那边，明天我过去找。嗯，谁呀？有事情吗？嗨，在忙吗？怎么又是你啊？房子着火了吗？没着火不要来找我。喂，等一下，我来看看你嘛，这么久没见，怕你自己在家闷坏了。我不闷，我忙得很。等一下，有个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就最近有一个东西叫网大，你有听说过吗？很火，然后我也想要投资一下，你觉得呢？那你去投啊，我觉得很好哎。嗯。那你来跟我说干什么？不，因为呢，我想要拍一个就跟珠宝相关的题材，所以要来跟你请教一下啊。我可以进来吗？你很闲吗？你都不忙吗？你知不知道我很忙啊？我在做东西，我的脑子跟我的手必须在一条线上。你这样咚咚咚一敲门，我的灵感就断了，我的手都抖了。你知不知道这样我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心血都白费了？像你这样三分钟热度，你肯定不明白。品质不错，我觉得这一批货给客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杨洋姐，你太紧张了吧？这点碎钻在水贝珠宝交易中心根本不值钱，没人要。但是真的是我的全部家当了，我害怕闪失。我把番禺翻遍了，录了视频，你们先看。咱们要的精度没人敢接，有几家想做，技术又不行。有位白师傅据说做得很好，早些年在香港专修高级珠宝，他现在回乡自己做了老板。我去了几次，人都见不到。白师傅，我好像听说过，我爸爸跟我讲过，他说很多人去香港专程要找他，但是都很难请到的。那我明天再回番禺，一定把他请过来。行。两个生这场病啊，他们一个照顾老的，一个照顾小的，白天还要上班，太累了。关键是白天在单位办公家的事情，
晚上回到家里还办公家的事情，哪有时间顾家？那我说了，干脆就不要在这儿受罪了。他们两个都回老家，虽然工资低一点，但是房子便宜啊，节奏慢，生活安逸。嗯，回来了。还没睡，儿子睡了吗？银都睡了。哦，我把衣服泡上，我就检查一下作业。好。哎，他们俩怎么样？还有点低烧，不过比昨天强多了。我熬药的时候还睡着了。哎，要不要给他们俩找个护工哦？你放心吧，他们不会要的。要不等他们俩病好以后哈，干脆给他们找个伴吧。啊？那他们也不能把时间都奉献给我们呀。嗯，这个家已经够热闹的了。再来两个后妈，你可想好了？后妈怎么了？好好的一个事哈，被你说出来就……那你说怎么办？就两个老头，每天大眼瞪小眼的，算怎么回事啊？行行行，你这个提议非常突然啊！你给我点时间消化消化。行，你消化啊，我去把衣服洗了。嗯。哎，我今天去了一家这个智能科技公司啊，体验一下他们的新产品，有一个智能床，相当棒。哎，我算体会到什么叫一秒入睡了。我刚刚躺下，我就睡着了。真的吗？啊，贵不贵？那不知道，没定价呢。就是他们这个科技啊，嗯，很前沿。虽然这个概念我很早就知道了，但是当这个东西有一天真的被造出来的时候，真的很令人惊人。其实这家公司最早去我们科创委申请扶持资金的时候，我还有点不太相信他们。哎，当时要不是我们高主任在，他们可能连那个扶持申请都通不过。但没想到最后是一个科技含量这么高的东西。哎，据说他们这个技术啊，现在就运用在宇航员使用的装备里了。你想干嘛？我要辞职，闯江湖。然后呢？没有然后，就是不甘心，就是觉得自己不该止步于此。我想换个活法。你要不要换个老婆？三十而立，我早就过了。我现在马上就四十不惑了。你现在就该不惑。十年了，一家老少三代人挤在一个80平的房子里，你让我怎么不惑啊？你要想闯江湖，何必当初呢？我一诺，你想想。
少次我问过我自己，我们来自何方，又去向哪里？坚信生命自由存在的我想清晰，是被你们搞了一周。一周已经很快了。双足机器人的适配这块，其实我们能够提供的算法很少，后期大量的工作还得靠你们自己。环境识别完成，方总，让哪吒溜溜。迫不及待了。云飞视觉模块第一次行动测试开始。行动限制解除，设定目标，寻找李世恒，并接近他，然后握手。抓取不太准，怎么现在变成癫痫了？313，视觉模块发出的数据，控制系统处理不了。陈总，咱们的模块图像精细，数据量大，哪吒用的陀螺仪等级太低，执行有延迟，加上陀螺仪自身的误差叠加，造成了抖动。方总大概明白什么意思吧？大概听明白了，就是我们家哪吒吃惯粗粮了，现在换成细粮可能消化不良，所以大哥应该怎么办呀？两个方案啊，第一是换回原来的视觉模块，我们争取在原来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但是这个性能肯定就要大打折扣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升级陀螺仪，那么我们之前的工作可能就白搭了，我们所有的算法都得推翻重新写。方总，你看，容我想想。用云飞智慧的视觉模块，陀螺仪就必须要换成 ADL， 性能好，但价格很贵，很难买到，而且很多视觉算法都需要大量重写。如果我们继续用我们之前的陀螺仪，成本低，但面临的问题我觉得二位比我更清楚。显而易见，这方面是由你们来主导的，这件事情我听你们的，你们来选择。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正确的选择，我已经害怕选择了。害怕也得选呢。你先说，圆圆。换云飞的视觉模块，嗯，就是把驴换成了汗血宝马。好马当然要配好鞍啊。你这说了等于没说，现在问你是换不换马，还没有问你换不换鞍。换，换云飞的视觉模块。
有千里马为什么要骑驴呢？说得轻巧。是啊，有千里马谁愿意骑驴呢？但现在问题是好马得配金啊，配得起吗？云飞的视觉模块标准高，对于各个环节的要求都更高，现在还只是换一个陀螺仪，后续需要换什么你清楚吗？谁不想给孩子一个好身体啊？但是咱们的哪吒命不好，投生在了我们家。露露说的没错，我们确实没得选。哪吒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给我们孩子一个好的身体呢？就这么定了。谢谢二位。哎呀，你干嘛呀你啊啊！把 ADL 陀螺仪给我，我就走，就这么简单。你怎么跟赖皮狗似的？你当年的膏药哪儿去了？被狗吃了。你要 ADL 陀螺仪干嘛呀 ？LMU 不够你用吗？我现在已经换成了云飞智辉的视觉模块，水涨船高了，不一样了。等会儿，云飞智辉模块你是怎么搞到的？个人魅力。哎，我不跟你说这些啊，这个东西我确实买不到，我没有这个资源，资源都在你们这些正规军子手里面，帮帮忙。你听我说，卡脖子的东西我们也很难搞到。今天晚上，我们实验室和合作的企业吃饭，他们手里有一批 ADL 陀螺仪，你跟我去吧。施展你的个人魅力，赏不赏脸就看人家的。ADL 陀螺仪很贵，而且还都是单种，你升级的数量至少得乘以6。你得考虑好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这一笔有可能就掏干你。那怎么办？仗打一半了，死也得死战场了。你说那个管道漏水越来越严重了，该找谁修啊？现在都几点了，明天再找人来修吧。走，下班。哎，岳远师兄，我俩先走了。你们走吧。哎，拜拜。走啊，远。走，我跟陆总说一声，你先走。行，我先撤了啊。嗯。陆总，我有点事儿先走了，那数据没备份完，你帮我盯一下。嗯，辛苦了。嗯。救救我来呗，我快死了，真的。怎么了？你别问了呗，你先过来，你先过来。师傅，你们稍微快一点。那个到处都是监控，旁征速度不是交通速度，超速是要罚款的。谢谢谢谢谢谢。坐坐坐坐，来来来来。蒋天兵他们合起伙来阴我，要赶我走。极限 APP 之前测试了用户给商家实时打分的系统，威胁到了他们原有的内部评分。明天版本就更新了，他们把这个实时打分的系统给关了。我简单说吧，这个实时打分系统肯定还在，只是让他们给隐藏了。从现在到明天早上5点之前有6个小时，6个小时之内你帮我找到他，改回来再发出去。
这个不难，但是需要改很多权限，6个小时来不及。不是，6小时别人不行，你还不行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帮我的话，我就在这跳下去。我在这跳下去。 怎么办呀？早知道多要个白点总好了。闭嘴吧，烦不烦啊？给方总打过电话了，他马上到。怎么会都淹了呢？我昨儿走之前不都交代给你了吗？ 技术人员会拆解硬盘清理的，等到这个电路板完全干燥之后呢，我们会更换磁头读取。现在暂时没有办法确认损失的情况。这里是我们的维修报价标准，是根据数据恢复的比例来的。我在哪儿签字？啊，在这儿。我。 只要一个要求，就是希望能够100%的恢复，其他的没有了，很简单。100%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只要100%的恢复我的数据，钱不是问题。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确实做不到。你们可以的，你们是资深团队，写着呢，这就是你们的广告，所以你们可以的。先生，您先冷静，我们确实是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冷静，这是我很多年的心血。 明白吗？这是我这么多年的心血，我没有它，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有1%做不到的话，我都是灾难。
说来。对不起。没事的，下次别这么冲动了。是，安心的等着消息就好。对不起。明白了吗？明白。走，咱们回去，跟他们说一下，回复一下。哎，好嘞，谢谢。陈天，袁剑，我们这边真的快扛不下去了，急用钱。你看，甜甜，我这周末就把钱给你。你放心，我周末一定把钱给你。相信我。嗯，好，谢谢。怎么了，熊二？陀螺仪那边给我来电话了。陀螺仪，东西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打钱拿货吧。啊，对，你能不能帮我拖一段时间？不是，你怎么回事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店了啊！再我可真给你整不来了。我要，我真的要。我付一个20%的定金，然后你跟他说尾款。收到以后再把货给我，这样可以吗？你帮我跟他谈。哎，喂。喂，建哥，又是我，要交房租喽。又挂我电话。汇成庄严的典礼，致敬那永存的奇迹。我们的道路如时针转动不息，就像弹奏动听的乐曲。所有悲伤欢喜汇成暴风骤雨，当地出瑰丽的天宇。我们的道路一条先行者的路，那一路上镌刻着勇士的足迹。我们的道路一条光明的道路，让世界共享惊喜，让爱通向每一个心底。时针转动不息，就像弹奏动听的乐曲。所有悲伤欢喜汇成暴风骤雨，当地出瑰丽的天宇。我们的道路一条先行者的路，那一路上镌刻着勇士的足迹。我们的道路一条光明的道路，让世界共享惊喜，让爱通向每一个心底。